你还好吗？周航，出大事了！什么？哎，什么事儿啊？这么晚叫我？你们知道吗？哎呀，这是干什么呀？实在抱歉，这么晚突然把大家召集过来开会，公司遇到紧急情况。顾玉，艾斯在直播间推了咱们的酒。雪浓酒现在是热搜第一，渠道商快要把我的电话打爆了，都要找咱们订货。哎呦，这是个好事啊。嗯，顾玉，你去跟艾斯跟进一下，谈接下来的合作。马主任，哎，你带领团队对接各方面的订货需求。嗯，林雪浓，嗯，你去车间监督生产。好，我们公司上下齐心协力，保生产，保出货量，生产口碑一个都不能断掉。辛苦大家。好，好，辛苦这赚着了，说行，行行，行行。你终于舍得来找我了。你疯了，这样搞没有佣金的。我缺你那仨瓜俩枣吗？不要再找那些无名小辈了，我来给你们免费代言，解决我的恋爱问题，这才是你该做的。我没有办法保证一定能帮你把他给追回来，要不然你还是去找专业人士吧，好吗？不可能，这件事情不会让第三个人知道。你能跟我说，也能跟其他人说啊。这种事情这么私密，我不可能跟别人讲的。你是我唯一的倾听者了。我觉得咱们这一次的雪浓酒卖得特别好，应该搞一款 PR 礼盒，你们觉得呢？我们公司的生产线经过多年验证，不管是质量还是出货量都有目共睹，希望下次合作。好的。我个人最喜欢那款白色的透明香肩的。哦，我个人也是比较喜欢那颜色。我个人是比较喜欢那个。哎，那要是做成这种蓝色的也不错，这种盒子的也好看。嗯，你设计的对吧？而且非常适合雪浓酒这个名字。这个包装也是。金河酒业之前都快倒闭了，现在居然踩到我天马的头上。我花大钱请你来营销，你搞了钱什么？收拾东西，给我滚蛋！联系大 V 大网红，无论花多少钱，给我把这件事情炒上热门。哎，有人在网上败坏雪浓酒的名声，说当初艾斯给咱们推货是因为跟你有一腿。艾斯确实发过我们的恋爱视频。网上的人现在都在说你一边吊着艾斯，一边跟周总不清不楚，你就是个渣女，你在被网暴。哎，大家也太看得起我了。能玩弄这两个人的女人，那情商跟智商该有多高啊！哎，你就放心吧。哎，给你看我新买的小花花，可爱吧？嗯，给你吧。哎呀，得得得得得得，林雪浓，你是本人吗？
这要搁平时你早哭了，怎么今天你这么淡定啊？往后啊，我只在乎我爱的人和爱我的人，其他人的想法都不重要了。况且现在雪浓酒的名声呢也已经打出去了，大不了我把这网一掐，安心的做自己的事情就好了。网上的人他们爱怎么想就怎么想，我也管不着，我就不做任何的回应了。所以你真的不回应？嗯，看着我，你真的不回应？嗯，好，那我解决。哎，谷雨，你干嘛去？谷雨。之前我在个人账户上发布的恋爱视频，女主角确实是林雪浓女士，但当时是为了掩盖真正女朋友的身份。正好有狗仔偷拍到我和林雪浓女士的照片，我就顺势请她帮忙假扮我女朋友了。这件事情对林雪浓女士造成的困扰以及社会舆论影响，在此我郑重地向大众道歉。他怎么来了？